各位护法信徒，大家吉祥！欢迎各位今天莅临高雄佛光山佛陀纪念馆，参加由佛光山寺主办与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承办的禅静谧三修法会。今天大家在这里共聚一堂，在诸佛菩萨座前，我们将以最虔诚恭敬的心恳切祈求佛陀慈光照耀，护佑人人平安，社会安乐，世界和平。今天我们特别恭请佛光山寺住持新培和尚带领我们共同熏修助导，愿以此功德使大众所求如愿，身体健康，阖家平安。吉祥献瑞。佛光山丛林学院为培育与时俱进的人间佛教弘法者，同学们平时除了正规的课程之外，也善加利用课余时间练习各种技能，例如太极扇、现代舞以及人间因缘的佛教歌曲，借此多元弘法的方式来与大众广结善缘。古德说，溪深净是广长舌，山色无非清净身。我们的生活周遭无处没有佛法，而修学佛法一点也不难。星云大师也说，良言一句能为失望的人带来重生的希望，一丝灯光能为夜行的人带来行路的安全。现在就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佛光山丛林学院女众学部同学带来的翩翩起舞见丛林。山色无非清净身。
给是世上最美好的事，给是人间和谐的开始。不为浮名钓誉，不为获得回报，不需要一点酬劳。给人一句好话，给人一个微笑，给人一点心意，给人一些美好。人无畏凭那颗星星，给的功德不思议。给人一句好话，给人一个微笑，给人一点心意，给人一些美好。给是你我有无尽因缘，给让人们好运能源。给的功德不思议，给人一句好话，给人一个微笑，给人一点心意，给人一些美好。给是你我有无尽因缘，给让人们好运能源。我们非常感谢丛林学院的同学们带来精彩的演出。丛林学院祝福大家取直向前，福慧双全。让我们再次以热烈掌声感谢佛光山丛林学院女中学部的同学们带来这么精彩的演出。敦煌献礼，此刻将由佛光敦煌舞团以飞天乐舞为献礼，并请佛光会督导代表一一呈上宝灯土果，供养诸佛及护法龙天。现在就让我们大家以至诚恭敬的心，欢迎他们带来的敦煌献礼。
感谢佛光敦煌五短带来精彩优美的敦煌献礼，以及佛光会督导代表全体大众所呈现的多宝供养。法会说明，现在我们恭请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署理会长慈荣法师为我们做法会说明。各位贵宾，各位佛光会的会员们，大家吉祥，阿弥陀佛。我们非常开心，今年新的年，尤其我们20年来的禅净密三修活动法会，今年是第20年。每年在这个一年的开头，大家就共同参与禅净密的三修活动。尤其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我们南区的部分是第一炮、第一手，所以呢，抢到一个最先的先机，所以相信呢，今天的活动会能够非常的圆满。尤其我们参与这个活动的当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心里面虔诚恭敬，祈求诸佛菩萨来给我们的加持，让我们祈求社会祥和、人民安乐、家庭平安、人人幸福。这个也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参加禅净密的最主要因素。当然我们是参加过好几次，对整个的程序我们会很了解。我们从开始洒净，然后呢就进入活动的中心，尤其到了念佛的时候呢，我们要点亮心灵的灯。大家记得到了念佛的时候，一定要把心灯要点亮起来。给各位安排的这些灯呢，在各地方你们要把它点亮，点亮心灯也是让我们心地开朗，让我们智慧明朗，让我们前途无量。所以呢，祈求佛陀的光明能够照耀到我们。所以呢，在点上灯以后，我们还要拜愿，还要祈求。今天的整个活动应该是到7点多到8点左右会结束，所以各位呢慢慢参加，最重要能够专心虔诚恭敬来参与。尤其今天非常了不起的，我们不只是南区的各会员，来自各地方的贵宾相当多。我们的行政院的院长啊，他能够到南部来参加我们今天第一场的这个南区的禅净密，我们大家呢鼓掌来欢迎我们的江院长。江院长，我们来欢迎他，大师陪着他一起呢要上台，我们大家陪着他。各位请坐。抱歉，我接下来还是要再介绍几位贵宾。我们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的总会长赵会长，赵会长，谢谢你的光临，谢谢。还有我们行政院政务委员的杨秋英，杨委员。还有我们行政院研讨会的主委宋主委，宋主委，谢谢您，谢谢您，感谢。当然还有行政院政务副秘书长
简副秘书长，简副秘书长，好，谢谢你，谢谢。还有我们行政院南区办公室的执行长龚执行长，感谢你的光临。另外还有副执行长刘副执行长，谢谢你，谢谢你的光临。我们更欢迎我们的立委立法委员的黄昭胜立委，谢谢你，谢谢你。高雄市的副市长李副市长，李副市长，谢谢你，谢谢你。还有我们高雄市议会的议员李议员，李议员你在哪里？很抱歉我们都找不到你，要请你坐到台上来，很抱歉，不过我们鼓掌欢迎你。我们高雄市政府民政局的局长曾副局，曾局长，谢谢你，谢谢，谢谢。高雄市大树区这个区长黄区长，黄区长，谢谢你的光临。还有大市区新天里的里长曾里长，曾里长，感谢你，好，谢谢你的关心。还有我们今天远自从美国洛杉矶的西来大学所有的董事们，请各位董事们。Let's welcome the University of the West board member trustee.Mr. Roger Frank and Mr. Cecil Wills. Thank you. 下面是我们南怀大大学的校长林校长，谢谢你的光临，林校长。南怀大学的副校长林正章，林成章，林副校长，谢谢你。还有我们普门中学的校长肖校长，谢谢你的光临。人间福报的社长胡社长，感谢你的光临。还有来自高雄众安寺的智慈传力法师，传力法师，啊，非常感谢。当然我们更感谢从大陆徐州的宝莲寺的智慈觉耀法师，谢谢你的光临。啊，大陆宝莲寺的建院道宏法师，谢谢你。还有浙江宁波市的宝庆讲师清修法师，谢谢你光临。还有就是无锡市的开元寺智慈能超法师，能超法师，感谢你的光临。另外是山东省的宝象寺正德法师，正德法师，谢谢你。当然他有带来很多很多的这个朋友过来。我现在呢再介绍我们的工作组，也是我们世界总会的理事陈蔡蝴蝶居士，谢谢你。我们世界总会的理事也是功德组的罗里亚昭居士，罗里亚昭居士，好。中华总会的理事江城美真美善美居士，江城喜美居士。还有我们功德组洪信智功德组，感谢啊。还有我们是中华总会的理事也是功德组刘昭明居士，陈顺章居士，蔡国华居士，还有南区的会长杨振达会长，谢谢你。我们的工作组陈科胜居士，谢谢你们的光临。工作组谢成年居士，黄家平居士，非常非常感谢。今天呢我们不敢时间耽误太多，当然你们各地方来的，像我从最远的从台东来的，请站起来挥挥手好不好？台东来的，哦，谢谢谢谢，请坐请坐请坐。好，从台南来的请举个手好不好？台南来的，谢谢谢谢。
我们从屏东来的，屏东的会员在哪里？好，谢谢你。从高雄来的，高雄应该是最多的，好，两边都有啊，好，非常感谢。好，现在呢，我们还是来请我们的行政院院长江院长来跟我们讲几句话，欢迎您。我们大家所敬爱的星云大师，还有赵总会长，各位法师，各位贵宾，各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乡亲父老，大家午安，大家好，谢谢。今天一化师以非常庄严虔诚的心情来到佛光山，有幸跟我们所有的佛光人共同来参加这一场2013年佛光山南区禅静密三修法会，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殊胜的因缘。我刚刚在抵达之后，有机会先跟星云大师交谈了几句话，也跟大师谈到我的内能，在很小的时候就曾经到过佛光山拜大师为师。那么跟我们在座所有佛光人一样，我们其实对大师都有发自内心的敬仰，因为在过去台湾这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固然是见证了台湾的经济起飞以及政治民主化的奇迹，但是很多人没有特别去注意到的是，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心、我们的精神层面，如果说没有我们佛光山星云大师不断地在向全国的民众开示提点，我们事实上只有政治经济方面的成就是没有办法让台湾成为一块宝地。星云大师多年来透过他高人一等的智慧，不断地去让每一位自己心中本来的佛性得以被找寻、被发现，而人人都以能够成就自己的菩萨行为最终的修行目标。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社会的人心得以净化，而风气也得以匡正。他所凭借的不是法律的力量，而是宗教、是价值、是信仰。这一种力量之大，其实远比每一条刚硬的法律都还要来得影响深远。那么举例来讲，大师经常讲的三好，叫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常的、永远的去做好事、去说好话、去存好心，这样的一个简单明了的道理，就是佛光山多年以来所力倡的人间佛教的一个写实。大师的教诲很多，我想在场的每一位佛光人都在生命的不同时期以不同的方式有所领受。那么透过类似今天这样的三修法会，我相信所有与会的贵宾以及乡亲都能够在心灵的精神层面得到更进一层的提升跟洗涤。我们也希望大家在未来的新的一年以及未来长长远远的日子里面，大家永远能够汲取我们大师所提点过大家的这一些智慧跟道理，让台湾的社会不管有怎么样的内在挑战，都能够永远保持我们的祥和，永远让世人以台湾为福地、为骄傲。那么最后再度的感谢佛光山以及我们杨政务委员的邀请，让我得以有机会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跟各位齐聚一堂，也让我有机会向大师表达我由衷的感谢以及敬意。最后敬祝大家身体健康、阖家平安吉祥，谢谢。
我们非常感谢江院长在百忙公务中特别拨冗前来和大家共同参与今天的活动，以及对全体佛光人的肯定及对国家的祝福。让我们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谢谢江院长今天的莅临。请大家以掌声恭送院长先行离席。接下来我们要邀请高雄市副市长李永德李副市长为我们大家说几句话，请掌声欢迎。好，我们在座的这个我们佛光会的总会长，我们赵立元赵总会长，那么我们佛光山的新云中长现在送院长这个回台回程，还有我们信定法师，还有各位这个我们诸山长老，还有各位来自我们台湾南部台南高雄屏东等地的，还有来自国外的各位佛光会的会友，各位贵宾，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高雄市的副市长李永德，那么我特别代表陈菊市长来参加我们今天的三修法会，那么市长特别交代一定要转达那么市政府陈菊市长那么对于我们佛光山对新园中长的这个感恩还有敬意，因为我想今天这个三修法会呢那么除了各位在心灵层面能够有所这个提升之外，那么也祝福也我们的国家能够国泰民安风调雨顺，那么也祈祷那我们高雄呢能够平安发展，每一个人呢都活在幸福的生活，那么家庭圆满，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功德无量的这样的一个法会，那么特别表达敬意。那么另外特别要提到就是我们佛光山新建这个佛陀纪念馆的，那么是星云大师大智大慧大魄力那么所建造完成，那么他不但利用这样的一个环境那么弘扬佛法，同时也促进了高雄在观光方面非常大的进步，所以这个部分呢高雄市政府也会非常非常的感恩。所以那么有关于我们佛陀纪念馆未来不管是一些建筑法令上的问题，或者水土保持的问题，甚至停车的问题呢，市长有特别交代，我们市政府呢一定全力协助我们佛光山那么来做好这所有的工作。这个是市长特别的这样交代那么最后呢我想祝福那么所有的朋友呢能够法喜圆满大家平安喜乐，然后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多谢大家，感谢大家 Thank you very much。 感谢高雄市李副市长代表陈菊市长对于今天所有与会大众的祝福，再次热烈掌声谢谢。现在让我们再次礼请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总会长赵立云赵总会长为我们致辞。我们敬爱的诸法法师、诸山长老、各位法师、居士大德，还有今天难得的贵宾，包括永德副市长以及南部公执行长。And distinguished guests and ladies and gentlemen， 当然我们最想问候也最感念的是一早就来此守候的我们佛光大家庭的兄弟姊妹。今天我们看到大家相聚在此，固然是吉时吉日，我们在这么庄严的会场相聚，
是共同要参与2013年南区的禅静谧三修法会。那我当然身为会长，我必须要向各位表达最虔诚的欢迎，也要用最虔敬的心情祝福我们法会的圆满成功，让所有的法会见闻者悉发菩提心，每一个人都得到幸福与安乐。其实幸福安乐就是我们这一场法会的主题，也是家师星云大师送给大众今年的新年的贺礼。期待我们经过禅静谧这不同的宗派它的精要共同修持，得到幸福与安乐。至于何为三修，如何现灯，各位手中的手册已经有从星云日记这本书摘录的精要，我不再赘述。但是因为刚才在路上碰到有一位路人，他问我说，一门深入都不容易了，你们为何三修？我想我们常年追随师父就知道，师父以人间佛教弘法超过一甲子了，行遍五大洲云水三千，他看尽了众生，知道众生就是根器有别嘛，众生就是性相不同啊。就像我们选择交通工具，有人爱火车，有人爱轮船，有人爱飞机。所以他一再训勉我们，人间佛教就是应该八宗兼弘，四众同学，老少不尊，要新旧交融来普度众生。所以今天选择的是我们台湾民众最心向喜欢的禅静谧三宗的精华一起来修持。当然也有人会怀疑，这么短的法会，真的我们能修得禅吗？真的一心不乱能够不取一相吗？当然不是那么容易。我们一下就能进入净土的境界啊，一心不乱，而且还能够入一真法界吗？当然也是不是那么快速。真的我们经过这个法会就身口意三密相应了吗？当然也不是那么简单。但是师父也给我们盖了高速铁路哦，只要有注意在听师父最近的演讲，就知道他告诉我们心中常住三宝，就很快接近幸福与安乐。诚然各位想想看，心中有佛宝，佛觉也，觉而不迷，离禅心又有多远呢？心中有法宝，这个法宝帮我们洗涤所有的五毒无明障碍烦恼，不就是很接近净土了吗？至于如果我们看到我们学习我们心中的身宝，不管是身视线口说法，或者是我们的意见机，这也不就是很接近密的一个境界了吗？所以这条高速公路让我们只要心中有佛法身三宝，其实都很靠近幸福与安乐的。至于我们今天法会的形式是现灯，那我们会觉得奇怪啊，这个光明这佛就是灯了，我们现灯给他吗？不是的，这盏心灯照亮自心，我们要向佛承诺交成绩单，我们听劝听法，大师说的取直向前哦，不管碰到什么障碍困难，屈直遇到了都向前，向我们心中的真善美幸福安乐的境界去，
就人人都得幸福安乐。尤其今天人这么多，众人结缘呐、功德不可思议的，这个灯灯相照，如同燃无尽灯，续佛慧命，个人的功德不可思议，必然有愿必偿。所以我们要用最虔诚的心情，感谢师父星云大师创建如此美好的三修法会，感谢诸三长老各位法师辛劳的筹备，今天努力给我们的加持，也感谢在座许多的贵宾光临会场，庄严我们的会场。那最后是祈愿本次的法会圆满成功，所有法会见闻者人人幸福，个个平安，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阿弥陀佛。我们非常感谢赵总会长对于今天所有与会大众的勉励与祝福，让我们再一次以热烈掌声谢谢赵总会长今天的莅临。2013年禅净密三修法会，法会开始。龙腾虎和天鼓集乐团，thank you.
天鼓集乐团带来精彩震撼的开场演出，让我们再一次热烈掌声谢谢他们。竹法入席，恭请诸位法师及优婆塞、优婆夷入席。恭请竹法和尚、佛光山寺住持新培和尚、慧昭和尚、慧德和尚入席。
能令一滴片十方，兴山构会尽捐除，令此坛场习清净。请坐。
坐下。恭送忏悔发愿文。一切皆成圣。
Oh, yeah.
觉应激息前心包太虚两周三修发挥功德文殊众等共对佛前体宣大愿经中悉吹山中一直佩服智慧妙而真修真得愿有一世天下难占不周中华民国高雄是佛光山寺并释迦如来一教奉行诸修功德法师沙摩台南屏东潮州台东金门及澎湖各县市人士奉佛修斋持奉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总会愿发心修行之期期间2013年禅经密三修法会致富延龄地址参加2013年禅经密三修法会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高雄台南屏东潮州台东金门及澎湖各分会及佛光会全体会员等众赵丽云、杨振达、蔡虎蝶、陈顺章、李吉、毛和家、黄淑梅、简家佑、刘兆明、陈和顺、陈玉莲、吴胜国、谢陈莲、潘小瑞、王刘碧莲、张秀佳、吴忠国、周秀芬、陈山国、吴伟基。永浩元女化工程有限公司邱志雄郑三吉黄明凯林生长长的县黄天一张天会黄贵尊李玉兰杨王朱文杨云杰杨三一杨三二财富列陈杰中陈明伦、石曼青、陈廷兴、陈翠欣、陈志兴、徐俊勇、陈汉林、陈明远、陈明山、陈李文龙、陈金耀、陈洪金、陈金英、徐世培、徐永兰、陈顺章、张修娇、詹振宇、詹玉明、周秀鹏、蔡黑龙、蔡友林、陈
南山公武林峰，永好愿与化工程有限公司，不为情无学尊和理清，刘昭明王秀英陈秋吉刘宗哲杨志英刘玄庭刘宗立张玉珍刘万林陈冠白陈玉华陈志耀王明台张彩香王玉仁王慧琪林正天王成福岐山参经中心庄登祥王方正王成南徐金祥何朱家黄美玉李正红黄秋菊刘荣雪张玉珠徐全兴苏文斌张瑞峰徐占家李美惠王占雄吴经理董军营造有限公司沈毅营造有限公司谢昭明金徐兴和陈依林李彩淑兰吴美金吴秀华徐小珍董小玉郑山元徐秀清王慧琴袁天云朱富春叶玉成邓福祥吴世盼梁继连老潘黄仁金周慧敏黄碧芳尤美庄潘秀霞邱雅儿李成垂柳洪千秀陈真是西镇镇长张玉山小镇民李梦龙庄玉蔡国华徐崇荣徐明基李西祥吕金忠康永基金李凤西也有些公司谢秀金陈友瑞欧贵金洪祖云郭瑞忠石秋风来完成古富堂郑金昭苏一雄何桂梅陈林秀朱石玉桂陈建全吴方中王耀文君臣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李永义江明坤魏国廷严立修之刘伯修苏国科郭龙西殿郑立美郑淑乱小英俊严觉生郭正南翁朝居可是淑美何林有李金李绵绵王桂梅黄琼霞黄彩辉张新基邱景清庄谢美月杨兰英李汉龙徐郑渊叶崇林陈春贵董云英赵工程有限公司严俊南王志明李明路苏燕说周一丁吴红兵黄千王陈居在李生燕刘秋阿苏杨陈姐妹邱美薇陈秀缺刘陈淑霞吴一云张淑金庄子金刘月梅洪占星期夜色陈盆雅人何东城石玉桂李明义吉林何福山捐人等十日暮守分享前程归空中天跳于释迦问佛小在延寿药师如来药师还未住大圣中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摩诃萨
大乘十方常住三宝，各宝金莲座下，共生亲知福慧知福严灵地知，参加2013年禅经密三修法会，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高雄、台南、屏东、潮州、台东、金门及澎湖各分会及佛光会全体会员等中。千年神风中国，天火人人感发恩之华语，成佛光之照临，常怀诸师为随身心行是缘前，是以于国力。3月10日农历，1月29日公益佛光山佛陀纪念馆，期间香花道场，历经佛光山是清净海中，奉送无相赞大悲咒，祈告十方88佛大忏悔文，显灯祈愿文，赞佛纪念佛，佛宝赞悔香。全部加持主品经文，净舍香花灯土过月，即参月殊陀，唯愿十方三宝，财龙天福将法眼。照知福严灵地知，福寿绵延灾难眷处，所求如意自在吉祥，福缘之蓝毛好于千秋，眷属安和于百岁，有感三宝真蒙功德文殊，是为中华民国2012年国历3月10日农历1月29日主修法师沙门信配，知福严灵地址参加2013年禅经密三修法会，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高雄、台南、屏东、潮州、台东、吉门及澎湖各分会暨佛光会全体会员等中，举手举成一成上大上来乾坤宣读一咒，佛心无事Good evening, dear members. 我们这个法会呀，三修法会，修口、修身、修行，身口意也要修啊。
Today we're at a Dharma service for the three practices where we practice the speech and mental and physical behaviors. 防止热了要休息，就不热了。衣服破洞了坏了要修补一下就好了。人有很多的不好的地方，如果说话说得不好，念头不好，事情做得不好，你要修理一下，改正一下就好了。When a house breaks down, or when there are holes in your clothes, we can fix the house or mend this hole in your clothes to make sure it gets fixed. The same goes to our verbal, mental, and physical actions.When they are deemed inappropriate, we also need to fix them. 人好像个机器一样，平常我们说机器啊，有这个，你看照相机，我们现在的照相机啊，到处看到好的就照相，我们眼睛就是照相机。你看要看好的，看佛像，看庄严，看好事。Our physical body sometimes also acts like a machine. Take the camera, for example. When we come out and when we see something good, we take photos with the camera. The same goes to our eyes. When we see something good, something nice, or something beautiful, we take a mental picture with our eyes and remember what looks good.我们的耳朵呢，就是收音机。你的耳朵要收听好的话，好的音乐，好的歌唱。And our ears are also like a radio receiver, where we ensure that our ears receive the sounds of pleasure or the words of kindness. 眼睛、耳朵以外，鼻子，鼻子就侧后脊。它都是测量啊，这个味道，香的、臭的，好像，测量的机器一样。And our nose is also like a sensor where it senses for smells or odors. 我们眼啊、鼻、舌头，就好像分析机，分析这个所听过啦各种味道。And what comes after eye, ear, nose is the tongue, where it is responsible for tasting the taste of sourness, sweet, or bitterness. 我们的这个身体就是活动机啊。And our entire body is like a machine that moves about. 我们的这许多机呢，都主要用我们心里面。心是总动员的总指挥，它指示我们眼耳鼻舌身怎么样子去把它修得更好一点。And the mind then serves as a director that gives instructions to our eye, ear, nose, tongue, and body to instruct it to do things that are better or good. 刚才开始的时候，我们行政院的院长。蒋宜华蒋院长来参加，要大家鼓掌。可能我们里面只有三分之一的人鼓掌，三分之二的人啊，就懒得鼓掌了。In the beginning of this evening's service, the Premier of Taiwan, Mr. Jiang, he gave a speech to the audience where he asked for an applause.But only a third of the audience responded with clapping hands, while the remaining two-thirds seemed not active enough to respond. 我们鼓掌，就是我们要修行，把这个掌声呢，鼓得欢喜。And the act of applauding is also a practice for the mind, where you put your hands together to give joy and happiness to someone.很多的嘉宾掌管来到这里了，我们再来介绍，大家要鼓掌，稀稀落落的只有几个人鼓掌。And when we're introducing our distinguished guests, the applauses did not sound that enthusiastic either.
为什么不把手修理得更好一点呢？ So why don't we start with the practice of our hands to let them do good things? 我在美国有一次一个基督教会找我去讲演，大概有1000多人，我也是一样好远，从那个基督公车之外经过一个很长的他们的过道，我开始他们鼓掌，走到台上大概我想三分钟以上，哦，那个掌声没有一点这个好像减少。There was a year when I was in America, I was invited to a Catholic Christian church to give an address. And from the moment I entered the church, the middle aisle was probably, would have taken me about 3 to 5 minutes to walk. But throughout my entire journey from the entrance onto the stage, the sounds of applause never lessened by any bit. 我就觉得他们的教会很有训练，啊，这个掌声呢，这么热烈，让人欢喜。So I felt that the devotees of this church were very well trained and prepared. They knew what to do to make their guests happy. 我们大家现在不妨来再重试一下，我来讲掌声鼓励。So let's give it a practice. Let's please put your hands together.我们微笑要学习。The next thing we should learn to do is to smile. 这么多的人要你们来这里聚会，你要修行呢。修行怎么修法？大家见面要微笑，微笑就是供养。We have gathered so many of you together for this Dharma service as well as for spiritual practice. So what kind of practice do we do? The second practice is to smile. A smile can be a form of giving that brings joy to others. 你要念佛，念佛啊，这个你念名言不动的话呀，你念的这就是口中就出妙想了。And the next practice is to recite the Buddha's name. When you recite Buddha's name continuously without interruption, and single-heartedly, there will be a time when your mouth starts to emit a fragrance. 今年我们在台湾的报纸上、网络上，我们都看到这个北京大陆啊，那个他们的总书记。习近平先生他还讲，但是我们要相信像佛教徒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的名言不断了，我们就能增上。I have read on the news today about the chairma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Mr. Xi Jinping, who encouraged his people to chant the Buddha's name like the Buddhist. And in his quote, he says that we should learn from the Buddhists who continue to chant until goodness come out of it. 所以我们以后想做发挥，不一定要靠旷生机，因为我们的口头就是旷生机，我们会念佛念得很大声。Therefore, I believe in the future when we have similar Dharma services, we will no longer have to depend on amplifiers because our mouth itself is an amplifier that can spread the sounds of goodness. 今天这个蒋院长他们临走的时候，好多的长官一直赞叹，哦，现在这个南部的这佛教徒这个气势就很好啊，好安静啊。When our distinguished guests left in the earlier part of today's Dharma service, on their way out, they couldn't stop but exclaim at how well ordered and organized our devotees are in the South. 像他做了这个行政院长、国务总理了，这样来赞叹我们，我们有什么好话来赞叹他呢？So when we are being complimented by the premier of Taiwan, what can we also compliment him in return? 所以我们组织这个三修发挥啊，主要的就是让大家
来念诵啦、礼拜啦，主要就是修善好运动嘛，让我们的身处好事，口说好话，心存好念嘛。So the purpose of organizing such Dharma services is to enhance our three practices, that is to do good deeds, speak good words, and think good thoughts. 因为心善好才是好人呢、啊。Because only one who practices the three acts of goodness can be a person of goodness. 你是好人，就要跟人家微笑，跟人家点头，跟人家鞠躬，跟人家的握手，致敬。跟人家的表赞美。So such a person of goodness would naturally smile when they see others, shake hands with them, and make friendly gestures to show both your manner and friendship. 我们人讲佛教，在生活里面修行。我刚才讲的，在你们行住坐卧，回到家庭里面，对家人要多一些说好话，赞美他们。Therefore, as practitioners of humanistic Buddhism, I would like to encourage all of you to always speak good words, do good deeds, and think good thoughts, even when you're at home. Especially, 回到家庭里面，扫地了、洗碗了，多做一点好事嘛。And when you go home, look at all the housework that needs to be done. Give a helping hand. Do more good deeds. 这个回到家里面。让爸爸们好，妈妈好，哥哥姐姐大家好，多说几句好话嘛。And when you get home, remember to say hi to your mom, to your dad, to your brother or sisters. Always say something nice when you see each other. 你说得好，做得好，当然心里自然就好啦。And when your verbal and physical actions are leaning towards goodness, naturally your mental thoughts would also be the same.我们明年举行三学法会，举行一次，就要一次比一年一年的要进步。And as this is our annual Dharma service, that is hope that the service and our performance at this service gets better and better by the year. 今年参加这个三学法会，也不必再去讲其他的深奥的妙义，就把这个所谓善好。回家说好话，做好事，存好心，这样带回去。And so for this year's service, let's not get into the very profound and deep theories. Instead, we can just focus on the three acts of goodness, and may you bring home with you our good speech, good deed, and good thoughts. 把我们的信心，就把我们佛祖加持我们的平安吉祥带回去。And bring home with you the blessings and the peace and joy given to you by the Buddha. 祝福大家平安吉祥。Best wishes to all of you. 我们非常感谢大师特别莅临今天的法会，为我们大众慈悲开示，更感谢师父对大众的祝福。让我们再次以最热烈的掌声，谢谢大师，并恭祝大师法体安康。再次谢谢大师。我刚才来的时候，佛陀纪念馆呢有一个这个路线图，有一个路线图从佛陀纪念馆到佛光山，经过这个佛光大道，是因为把这个三个地区要连在一起。另外还有好多的告诉我们、指示我们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认识佛陀纪念馆这一张知道蛮重要的。大家回去不妨在各个地方跟他们法师们要一张带回家。And please give me a chance to introduce the guide to the Buddha Memorial Center in your hands. It includes a complete map from the Buddha Memorial Center through to the Fo Guang Boulevard linking to Fo Guang Shan, as well as many ways to which you can participate in goodness through the events of the Buddha Memorial Center. So be sure to acquire a copy when you go.不是说要你们大家要这一张纸，要你们把佛陀纪念馆、佛光山、佛光大道带回家里去，带到自己的心里，享受这个法喜法乐。And may you also bring home the Buddha Memorial Center, Fo Guang Boulevard, and Fo Guang Shan spirit in joy and happiness.
祝福你们。Best wishes to all of you。让我们再一次以热烈掌声感谢大师今天带给我们这么多的法宝，谢谢大师。赞佛念佛。
请放掌。Oh,
者祈愿文。为信等者祈愿文，慈悲伟大的佛陀，请你接受我诚心的一盏行灯，远古的人类也泛明猴居而走出红华，请你的暗色因丁亮油灯而登上光明，一行的存折因灯台照亮而认清方向，暗香的行人因路灯照明而产生勇气，灯实在是太重要了，然而世界上千万盏的灯光都不及佛陀你的千万分之一，因为迷蒙的人心唯有发灯才能照亮，由于你降诞于世间，释教立息，点亮了真理的明灯，从此苦海里的众生有了得度的希望，多少人从痛苦的牢笼中解脱，慈悲伟大的佛陀，我现在奉献给你的行灯，希望能够得到佛陀你的加持，祈求我这一盏行灯能够造成恒河沙数的世界，能够庇护三界九游的众生，因为这盏灯是我的真如自性，这盏灯是我的法身慧命，慈悲伟大的佛陀，今年我奉献此灯，不为自求，只希望大家都有光明灿烂的未来，只希望大家都有共成佛道的一日。我要这一次祈求佛陀你的加庇，让我这盏灯能够化为无尽灯，灯灯相应，为人类点燃明日的希望。慈悲伟大的佛陀，在这个世间里，还有许多人需要你，赐给他们翻滚自身的明灯；还有许多人需要你，赐给他们信心坚强的明灯。这些都祈求你的慈光加倍，让大家都能照了点亮心灵的明灯，让大家都能及时找到自我的本性，希望大家都能光光相照，彼此互惠，希望大家都能等等享受，敬畏来济，慈悲伟大的佛陀，请求你接受我至诚的祈愿。大众请起立，合掌。佛
佛光山寺住持新培和尚及诸位主法和尚为我们今天主持今天的禅净密三修法会，同时也非常感谢诸位法师的祈福祝祷。